啊，各位朋友，我呢才刚刚到老地方的附近哦，也就是这个星光南西店那边啊，马上就接到两单老地方的单哦，一间是天齐屋哦，另外一间是好朋友德州美墨炸鸡这样啊，所以我现在就要过去取餐啦。一样哦，我的这个取餐固定路线，好啦，领好餐啦、啊、哦，天齐屋跟这个德州美墨的，那现在要去哦夹车啊、哦、的这个停车地点啊、哦，然后就准备要外送啦。其实哈、哦，下到这个金站 B 路取餐哦，走这个 Y 山哦的这个手扶梯口哈、哦，会比较快啊，减少许多跟人碰撞的时间哈、哦，这样啊，闪人啊，闪客户的啊，那这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啦，之前我还哦就没有注意到，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这样。好，第一单要往济南路的方向走哦，济南路一段啊，这个济南路也算近啦，好像，所以就可以慢慢的晃过去哦，就是慢慢晃过去。好，基本上来说，我呢从北往南走的这个路线呢，大概都是走这条路，因为对我来讲说这条路是比较比较方便，比较快速啊，而且你知道吗，骑脚踏车走这种小巷子哦，绝对是最佳做法哦，最佳选择哦。接下来第二单哦，要往信义路二段送哦，这样啊、还蛮顺的啦。其实我从2019年哦的那个加减跑哦，到后来最近哦又开始比较努力跑啊。其实我发现就是 Uber Eats 系统、哦、有针对这个台湾的这个脚踏车、哦、的这个部分有在这个最佳化的这个动作，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收单的时候呢，其实收到同一个路线，送往同一个路线的啦、哦、那不会说什么差太远之类的等等等，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在脚踏车的这个部分、哦、脚踏车账号的部分哦，其实我认为是 OK 啦 ，OK 啦，这样啊，只是对很多人来讲，哦，骑惯了这个摩托车哦，要他回来骑脚踏车不太容易。这样就是说，目前哦，确实 Uber Eats 对于脚踏车账号的单哦，有做一些这个算是限制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在餐期跟餐期的中间哦，在这个。脚踏车的这个单量哦，确实比较少哦，但是其实就我目前哦，去问一些机车账号的这个伙伴哦，其实他们很多人在餐期跟餐期的中间哦，就非餐期的时候，单量也没有特别的多哦，这样子，所以我认为就是那个目前这个 Uber Eats 的这个系统的状况，我们还是。没有办法确认啦，反正大家都是在摸索嘛，这样，不过我认为也正常啦，啊，非餐期本来餐这个单量就会少啊，因为谁在非餐期吃东西嘛，哦，或者是应该讲啦，比较少人会在非餐期的时候哦叫东西吃，叫饮料比较居多啊，叫点心可能啦，但是终究单量哦，就是叫的人
哦，没有办法这个就叫的人的那个量哦，没有办法承担哦，就是所有的 Uber Eats 的这个外送伙伴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，其实我是蛮推荐的，就是，这个一些这个骑机车的账号哦，应该讲说，我也比较推荐一些开机车账号的伙伴，也开始尝试哦骑脚踏车送啊，你会发现。同样的这个路啊，就同样的这个 A 点到 B 点啊，你骑汽车跟骑脚踏车速度差没有多少，也就是说你送达时间几乎差不多，但是你脚踏车的这个路线的可选择性啊就会比较多一些哦，自由许多啦，像这是我的想法啦。好啦，第二单送到这个金欧女中这附近齁，那既然是跑到金欧女中这附近，那就是东门站附近，那东门站附近就永康街附近，呵呵，那我就慢慢往永康街骑哦，看看今天哦这个永康街这边还有师大夜市这边的这个单哦。好不好哦，这样子啊，也要稍微讲一下哦，现在是5:23哦，那其实我昨天的这个趟奖哦，就是这个20趟是已经拿到，所以今天就来新的挑战哦，大家可以看到新的挑战是25趟哦，我认为我今天是跑不完的、啊、因为我今天我只跑晚上啊，那晚上一般来说就是像现在天气凉凉哦，然后这个大家都不太出来点餐或不太出来自己买的这个状况底下，跑15趟哦已经算不错了啦，除非是下雨哦，那就是单量会再更高一点，譬如说20趟甚至超过哦，但是按照最近我的这个经验大概差不多15趟哦，这样，所以这25趟的行程这我是拿不到，所以我这个就算了哦，这个可能要花2天时间来拿哦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所以我的打算是，哦，就拿这个额外的这个趟次挑战就算了啦，总共是9趟，我就把这9趟拿到就好了哦，然后就顺顺的跑啦，然后顺顺的跑，所以今天我也是期待能够跑到个15趟、16趟啊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反正做 Uber Eats 就好像就是这个冒险者工会接单的感觉一样哦，有的时候单哦可能会比较多，然后有的时候单可能比较少，那有的时候这个单可能比较复杂，那有的时候这个单可能比较简单哦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种感觉啦。反正好玩嘛哦。能够把一个工作搞得好像游戏一样，也是还蛮不错的啦。好、哦，我在东门站出口7这边看到一台，也是这个脚踏车账号的哦 ，Uber Eats 脚踏车。它这台是正装的哦，正装这一台我之前也有想要买哦，这样，因为它的电量蛮大的哦。它的电池在这边，它的这个电池很大颗。那个时候呢，原厂号称，可以跑至少70公里以啊左右这样。哦，那因为我也没有买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之前碰过一位也是骑这一台的哦，正装这一台的哦。他是建议我不要，他说正装只会卖车哦，不太会修车哦。他的意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样。哦，不过最近在这个马路上哈、哦，碰到骑正装的哈、哦、的这个几率越来越高哈、哦，这样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车好吧，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
反正我就还是骑我这台，呵呵，捷安特的。啊，刚接到一单顶泰丰的，从东门站出口五送到东门站出口一，很近啊，所以这单才40块哦。那现在是5:44哈，5:44，觉得这个单有点少，所以我想离开东门站这边哦，先回去老地方看看。哦，因为终究金站台北车站那边的单量哈，还是比较集中比较多哈，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跟东门站 say 拜拜啦。还不错哦，刚这个走到杭州南路上哦，往回这个老地方的这个路上，马上接到一单哦，这个麦当劳的单，民生南路跟忠孝东路交叉口之间麦当劳，不错不错。那么刚刚在那个林森南麦当劳收到的那一单哦，已经送完了，很近哦，就送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啦，二段头啊，非常非常的近，所以一下就送好了。啊，我还是继续哈、往这个老地方哈、的这个方向走，这样比较会有单啦。其实哦，刚刚在永康街等单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前几次的那个经验哦，就是在永康街哦，大概这个时候5:00-6:00的时候在永康街等单哦，那个单量有点少哦。那同时间在老地方等的单哦，哦那个单就比较多，所以以后还是尽量哦，还是要回老地方去等单会比较好啦。哦，过马路，过马路啊！啊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是7:00哦。那我刚就是突然间在那个老地方那边接到3单哦，两单是叠单啦，这样子，然后就最后是送到这边来哦，桂林路这边哦。那当然我已经离开桂林路了啦，这样，所以我目前跑到现在的话是7趟哦。今天我才跑了7趟，到现在了，现在7:00哦，那还有7:00-8:002个小时可以拼拼看啦，这样，所以我决定再冲回老地方哦，去老地方等等看，这样子哦，果然还是老地方比较有单。那也在这边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哦，最近应该是交通大执法啦，这样，所以这个行人过斑马线要稍微注意一下哦。我还没有看到什么摩托车的这个被罚的这个状况啊，我讲就可能是我没有看到吧哦，但是就今天晚上哦，我跑了7单哦，也就是说我跑了7趟哦，收送总共加起来这样也算14趟。啊，我在路上看到行人违规过斑马线，哦，闯红灯过斑马线，被开单的，已经有5起了哦，就我看到5起这个行人，哦，被警察拦下来开单的这个状况哦，所以应该是交通大执法吧，那只是现在比较针对行人哦，这样那。
不管怎么样啊，反正大家在跑餐哦，就还是多守法一下啦哦，这样子，因为最近既然连行人都会被开，表示最近应该是交通大执法，大家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哦。就跑餐已经跑得很辛苦了哦，所以大概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哦，长一下眼睛哦，这样子啊。譬如说像以我来讲好了，譬如说像我骑脚踏车哦，那我也是要这个要做一些违规的事情的时候，也是要注意一下，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这个警察在那边埋伏之类的哈，反正就是多小心这样子。哎，骑脚踏车有时候最怕是这种的哦，行人他会突然间移动，那幸好我这骑得慢，还刹得住。好啦，那我现在要骑回老地方去等单了。啊，各位朋友看到了吗？那边有一个这个机车骑士被开单哦。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右转哦，没有礼让行人啊哦，这可能性是比较高的。这样反正大家就注意一点哦，最近开单开比较凶哦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在老地方金站旁边啊，肚子突然间有点饿，就来到阿龙斯这边吃这个啊葱油饼啊，还有牛肉馅饼，坐在这边吃一下，休息一下啊。目前是这快八点了，然后我今天才跑九单，哎呀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太原路跟这个长安西路的交叉口，那我在这个二师兄肉羹专卖店这边，那我在吃东西，啊，我的餐点刚到，这样，肉羹饭、地瓜叶，还有就是豆干卤蛋，我讲这是一个套餐。那么我现在是下线的状态哦，因为我刚在那边吃那个葱油饼，还有吃牛肉馅饼哦，还是觉得有点饿，啊。是吃完了哦，吃完葱油饼跟牛肉馅饼还觉得有点饿哦，然后本来想说，不然我在这边绕一下哈，饿就让他饿一下，若是有单的话，我就赶快去接单，哦这样，结果他们绕了差不多五分钟没单，好吧，那么我就来吃吃这个肉羹啦。那刚刚绕过来的时候，在那边巷子里面碰到另外一位骑脚踏车伙伴，那刚随便跟他问了一下哈，他今天也跑了13趟哈。晚上跑13趟，我才跑9趟。哎呀，我今天才跑九趟，真的是伤脑筋，真的不应该哦，在那个东门站那边鬼混哦，这样应该赶快直接回老地方。哎，好，那我非常快速的哈，吃完了我的肉羹面哦，应该讲说我的二号餐。哦，后来发现原来是肉羹面，不是肉羹饭，笑死了。我上线了哈、哦，我决定再拼拼看，哦，也就是说我现在就开，然后一样在老地方这边等，等等看哈、哦。假设到9点哦，都一直没单的话，那真的就是散人了。我现在就等到9点，这样时间够长了吧？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啊，各位朋友，我刚在老地方接到一单哦，共乐游的。然后呢，我刚看了这单，这个运费100多块钱。然后呢，我也这个脑神经也不知道哪根神经不太对，居然我就把它按下去。因为通常哦，在老地方这边接单能够接到100多的，哇，要不就假单，要不就是送很远。我还没错哦，这单要送去仁爱路3段，2.7公里，哇！不过都已经接了，那只好往那边跑吧。其实哦，有的时候跑太远哦，虽然钱赚多一点哦，是一件爽事啦，但是有时候你要看跑的方向，哇，仁爱路3段那边很有可能哦会空车回来啊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然后，
应该会有一些就是刚开始跑 Uber Eats 的朋友会觉得我这单有点怪哦，为什么2.7公里居然100多块钱哦？其实是非常简单，因为这单呢、应该是被很多人拒单，一直拒，所以那系统就一直把钱往上夹。结果呢，我看也没看，我居然就把它点下去。哎呀，因为这个吼，实在不是一个很漂亮的点啊，就是送到这边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接了就接了。也只能送啊。现在是8:54哈，那我在这个新市南路一段哦，那要往这个吉林路的方向走。我目前还是上线的状态哈，就想在这个。拼拼看，就是能不能再接到一两单呐、哈，所以我打算待会就绕到老地方去一下。今天呢送到现在才送了10单，哇，天，还差5单，跟我的期待有好大的落差，差5单，真是晕倒。我没关系，这总是有大月有小月哈。有好的时候，当然也会有坏的时候啊，没关系。那我现在就往老地方前进，再去碰碰运气啊。我有我要来这个，从这边杀过去一下。哦，现在过去是有点硬啊，怕会被那种开太快的撞到。在这个星光三月星光南西这边又接了1单啊，静静的，非常的近啊，不到1公里，也是在送到这附近来啦，这样子就11单了，今天11单，就跟我预设的15单哦，哇，差了4单，而且我今天跑超晚的，也算晚啦。9:14的哦，之前有一次也是跑很晚，但是那一次这个单真的超多，20几单，哇！今天这个真的是，今天跑很晚了，不是因为单多，是我在那边等单啊，哇，一直等好久，这样子，既然。目前的状况是这样，那我也不再做停留了啦，这样，反正后来又多拿到了1单嘛，这样子，所以现在是11单这样，那我就回家，下线回家，明天再努力。